想消費，玩樂新趨勢。嚟到深圳最高嘅大廈115樓咧食 lunch 啊！馬曉晴、梁海晴、樂亦如逐一推介。無人駕駛的士，由你最期待嘅。我唱 K 要求好高噶喎。到最意想不到嘅自助餐，竟然可以食打邊爐。同你開心 share。WeChat Pay Hong Kong 呈現深圳地圖二，7月8號起，逢星期一至5晚8:30，海 TV 77台。